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mine。你一定很奇怪，在镜头里面呢会看到我，因为今天看到他带相机来嘛，然后今天又比他早起来，这个时间啊，肯定睡得像五十五点了。现在呢，我就是要报仇了，因为上次他不是在半夜的时候一直吵我，一直吵我咯，这次就靠我俩叫醒他。他私下是一个很难叫醒的人，所以等下你们看我可以用多少个方法来去叫醒他。然后过后就麻烦林先生你帮我剪片啦。注意到这样子，你们相信吗？讲什么哦，他都听不到哎，完全都听不到我在讲的东西，真的是非常心碎。现在我相机呢就这样子放，他每次来我家哦都是这样放的，他完全不会发觉到有问题。OK， 我们现在看啊，到底要用几个方法才可以起来？现在呢，我现在开抖音，我们从小声到大声，看他会不会起来。What? 可以，上吧，我手，喂，你看，